My Music Welcome 八三幺，我是八三幺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 My Music 这个平台啊，跟我们宣传一下最新最新的演唱会。对，我们最新是在2019年3月23号，八三幺将到高雄巨蛋举办我们一事无成的伟大演唱会。是，这算是一个加场演唱会了。对对对，接下来我们举办世界巡回，有预计要去哪些地方了吗？我们现在真的还在规划中，比如说上海、北京啊，日本。然后我们也会去美国，世界各地都累积了非常多八三幺的乐迷朋友。这个演唱会其实筹备蛮久，所以希望可以带到世界各地给大家看。其实我们在高雄演唱会前，我们也会发行我们的新歌，有新的单曲，到时候会有新的歌曲推出，希望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来唱一下新歌，在现场就可以听到新的作品。今天来到热炒店，讲一下热炒对你们的感觉是什么？其实我们蛮常吃热炒的，从以前我们在东区练团。那时候练团室的旁边，市民大道那边就很多热炒。其实热炒店对你们来说算是一个蛮容易联系感情的地方。当然当然，而且在 MV 里面也有在这个地方拍摄过。对，我们跟五月天、阿信还有小齐哥，之前有一支 MV 叫《干啦干啦》，就是在热炒店拍的这样。而且在热炒店唱歌，有这样的经验吗？你觉得什么适合这样子的地方唱？一个人介绍一首推荐给我们 My Music 的这个听众，那我一定就是介绍八三幺的干啦干啦哦，就很适合，很适合。好淡啦，好淡啦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好淡啦，好淡啦，干了这杯再说吧。那你呢，刘斌？因为我刚看到学长那个动作，我想到有一首歌也很适合哦，翻白眼，就要刚拿一个菜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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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霸天，轮到我是不是？你应该用你的歌来联想一下《饥饿游戏》。哎呦，可以哦，有创意，有创意。我的话，我应该会推荐《油嘞油嘞》这首歌，因为热炒店通常东西要很油嘛。而你今天这道菜太干，油呢？油嘞油嘞油。油嘞油嘞油嘞油，你鸟我鸟。油嘞油饿又想狗，要喂又白走。油嘞油嘞油嘞油，你鸟我鸟。油嘞又爽又快活。最后阿电压力就大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反正拿这边事情是跟马吉，所以一定要拼熊马吉。哦，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，可以耶，考不倒五位耶。就是我熊马吉的 body body， 可爱可恨可妙可气，这一生不求惊天动地，只愿欢天喜地的相依为命。这个演唱会交给他来推荐就最对了。连续去两场，第一场他先哭，后来第二场又看又哭了，太感动了。他这到一某一个点，他就会很激动。第二场还蛮感动的，第一场还好。哎，不过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就是真的很熟的朋友，然后站上小巨蛋那种感觉真的差很多，就觉得哦，原来他们那么红。重点就是希望你们这一次呢，可以继续把你们上一次的那个热情散播给更多不同的朋友，而且又要世界巡回了嘛。对，而且这是我们第一次到高雄开大型的演唱会，之前在高雄都是1500人左右。我们在台北有开过台大体育馆嘛，3000-4000人。其实我们在高雄唱过很多很多年的跨年，然后我们生日趴也都去高雄。希望这次可以到高雄举办人生第一次的高雄巨蛋，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。在这边一定要祝我们八三幺这一次高雄巨蛋一定会顺利，而且大卖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恭喜！也非常希望你们推出新的作品的时候，可以再一次来到我们 My Music 的平台，让更多的乐迷朋友来认识八三幺，听一下八三幺的音乐到底有多青春、多摇滚。也谢谢子怡，也谢谢廖元帅。My Music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